小编带你看2023南港建材展，明年一定要亲自来看哦。首先带各位看看我们的门面，当天询问度很高的淋浴柱，时尚外观及触控面板，不少客人经过都会停下来看。看看我们的明星商品，镜面款电热水器和最小的电热水器，询问度颇高。纯电宅时代不能没有它，绿瓦九月份新产品 IH5， 煮晚餐就靠它了。今年销售最棒的产品之一，厨下顺热饮水机，一按就出水，真的好方便。接着看更精彩，不要错过哦。超轻巧迷你电暖炉，暖得不得了，车用保温杯，连接 USB 使用。也是新产品的迷你小风扇，夏天先来囤货。最关键的加热器部分，先看一般容易结水垢的金属管，再来看绿瓦不结水垢的石英加热管，是不是很特别呢？低电磁波负离子吹风机，比它排更低的电磁波，太令人惊讶了。看了这些，有没有对绿瓦更有兴趣呢？明年记得亲自来看看，顺便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你最喜欢绿瓦的哪一项。